这是以自残完成愿望的献射禁术，南陵金石，谁在那？ 是你，有病！啊，你别走啊！你离我远点，看见你就够恶心了。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真是有娘生没娘养。说什么？来。 是把好剑，不过怎么有些眼熟？莫玄宇，找死！居然搞这种歪门邪道，快给我撤了！再不撤，我告诉我舅舅，你等着死吧！舅舅，为什么不是告诉你爹啊？你舅舅是哪位？他舅舅是我。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，江城？ 金玲，我陪你出来夜猎，就是看你在这丢人现眼的，还不滚走！ 回来了，魏无羡，想跑？